各位好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祭典要开始了，所以我们来让大家看一看两岸和平大法会的祭典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各个的主祭官以及陪祭官陆续就位当中，那我们的法会即将开始。哦，虎哥是我们少数看到真正为两岸和平实践，不管是有形的力量还是无形的力量，都持续朝两岸和平这部分一直迈进、一直发展的政治人物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虎哥。那这一次选举最重要的就是让韩国瑜胜选，让国民党重返执政，立委过半，让我们才有机会继续为民服务，为两岸和平而迈进。谢谢谢谢关心，哦，我们虎哥车上都会有准备有水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哦，庄严肃穆。好，我们仪式要开始了。今天好，虎哥
支持韩国瑜是第一个是除了他是我们初选政党的提名候选人，再来就是虎哥很心甘情愿的为当初所许下的承诺付出实践。我将圣言，一零顶面，一零顶面，顶面，进明。哦，我们刚刚就是一个献茗的动作哈，茗就是那个茶，哦。明显讲圣贤，进功。我现在要进果。那我们所祈求的神明是北极玄天上帝。献个一献献桃果供养主天尊，再献金雕玉环堆玉石，三献五香挂冠有灵魂，来一声敬献。将圣洁尽在天，金门马祖啊，都是中华民国里最渴望和平的地区。我们也要好好照顾我们，还有替我们金门县连江县的同胞们着想。如果执意挑起两岸战争，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金门县及连江县的同胞们。用可以变个运动，可以金锣，金鼎锣等，他们是弘扬天地和之荣，昨天大笑就记恨，人员归心最高明，百官圣人不退令，要可应应安可灵，两岸和平今天灭，万民人员兴旺，科技升华天地合。零水反调骗一年，台湾依法免追踪，发行新歌应世环，回音如我分一切，因为天下人间不久红来先走，在中华民国台湾县公职六十九周年新历五十二至十五号，主办单位中华民国国家警员赵方伟理事长号经营，相办单位六福电台县员县的保障新公庙主持号经营。金门金湖金地金导演主持李作平，现定于中华民国1808岁就职年7月18日至八月十五日，用12日。
甲金门关、金城、海水。华帝君上报告，天地主宰五龙上帝上报告，咱们合欢喜江畔，厦门热情温主温主温景，建筑高山大地上报告，温景人甲多景观地连上报告。就仰望和平大法会，这段高级单位，天段高阳六股天山电源这个国奖主持何金莹，下段金门金湖金地天主殿主持李作平，银段高阳六股天山电源线的国奖主持何金莹，中央段台中台里吴杰杨洪江主持张友敏，江主王明玉。中段南投草屯台湾日记连环电主持林天勇，中主陈明珠，南方段高雄六区郭耀江主持关宏毅。各团人员、大会、行政委员、大会会长何金莹、荣誉会长黄家春。